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配件包，它就像一本书，但我怕打开大家吓到。因为呢，已经完全爆掉了，我带太多的配件来搭配我的秀服。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？它就是刚好我的腰身，然后再来它是非常老件，然后它可以。它可以哇，它是穿一个洋装，它可以搭配，它可以当腰封，再把衣服拉松一点点，它就会非常好看。这次时装周呢，大家印象深刻的造型就是长马尾配上法网，就像一个忍者一样。有一场秀，我有戴着头巾，大家可能很少看到我戴着头巾去参加活动，所以那一则发文蛮受好评的。这次呢，在时装周帮我最多的就是 LV 的袜套、球鞋，因为呢，有时候我在感受的时候，我穿高跟鞋非常的痛苦。这个球鞋超级好穿，我连在坐飞机上面的时候，我在机场我都穿着这双。哦，还有这一双，因为他们是做袜套式的，所以很好穿脱。这次会看 LV 的秀哦，我非常的期待，也很兴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次我是到他们 LV 巴黎的总部去做 fitting， 他们非常的用心，因为他们划了我的 Instagram， 然后他们帮我搭配了很适合我、很街头风的秀服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。